不论粗细，装叉不论岁数，我是你的教练杨晨大神。来啊来啊来啊，亮恩，来兄弟，马拉松高阶玩家。哦，人家半马可以跑一个半小时，你们10公里能跑一个半小时？然后是两个不用介绍，这两个是那个夫妻档。今天的毕业的三位小伙伴，其中有两位啊，他们是夫妻。夫妻档在我们这边其实它不算少见，但是每一次出现都是对我们这些单身狗的碾压，太羡慕了，真的能够夫妻啊，这么多么难得。据说他们俩呢还是在羽毛球场上认识的，兄弟们，谁说羽毛球场上没女孩子呀？人家不找得挺好，对吧？一个最特别的一个假期吧，收获了球技，还收获了很多朋友。哎呀，欢迎大家来这个杨晨大神羽毛球学院来吃肉喝酒。对，你跟家里女朋友干是吧？下次还是要带这个女朋友吧？必须的，合法的，合法的女朋友，老婆，对对对，那个，也是很高兴啊，这七天就特别快，然后当时决定来这边也是就是很冲动就决定，我们应该是8月份就定了吧？对，就很早就定了这个七天的这个一个课程，然后收获也很多，很充实啊，欢迎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来杨晨大神羽毛球学院去好好的去学习一下，然后相信大家对羽毛球就是这七天对羽毛球也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理解。好，谢谢。并且呢，这个姐姐比这个大哥呀技术水平都要高，你看看这多么幸福呀，不光两个人都爱打球，并且女士的水平比这个男士还厉害那么一点点，他们可以打混双，包括他们以后生了孩子，我觉得大概率他们的孩子也会去打羽毛球。所以呢，爱的结晶通过羽毛球又健康阳光，然后又收获了健康和爱情，太爽了，我是非常非常羡慕的。另外一个兄弟呢是一个 IT 的高级工程师，年纪不小，但是也是非常有才华，他是一个刚入门的学生。那在这里呢，首先我要感谢自己，我能够把自己抛出来，然后呢在这七天的时间里面，每一天我都会晚上做当天学的一些笔记，然后在第二天再改进前一天教练跟我讲的这个手势不对的地方，我每一次都会改正。然后呢感谢杨晨大神羽毛球学院，他们提供了这个平台给我们这些对羽毛球感兴趣也好有追求的也好的话，我觉得这个平台真的很好，包括人员配备、设施配备，还有大家的这个环境的话，我觉得真是非常好的。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来参加这个杨晨大神羽毛球学院，谢谢。其实就是那个各位现在变天了，大家很辛苦，然后时间有的比较长，有的比较短，但是这个没关系，我希望这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过程。那这三位今天的毕业呢，也是给他们做了一个简短的一个毕业的仪式，并且在录了他们训练之后的一个对比视频。从视频里面可以看得出来，这个 IT 工程师他真的是什么都不会，刚接触羽毛球几个礼拜就过来了。我问他为什么过来，他说我想我就去做，没有什么为什么。我说兄弟，我们估计在看视频的人很多都会很羡慕你，因为他知道人生是为自己而活，不是为别人，只要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选择，这个勇气是非常了不起的。另外这对夫妻，那他们的进步就是可以说是肉眼可见了，不管是架拍、打球姿态，还是之前的一些坏毛病，我认为已经改了差不多有70%到80%了。所以呢，训练它并不是说我们去追求某一个结果，而是在不断的重复的训练当中，你能感受到自己能够在慢慢变强变好，这是一个蜕变的过程。蜕变就一定需要时间。羽毛球行业特别是在互联网上，我很讨厌看那些标题，什么7秒钟教你双脚跳杀，什么1分钟让你成为双打高手，哎呀，这些都是不可能的。所有的训练都是基于在足够多的时间和足够多次的练习之上。我相信每一个来到我们学院的人对于我说的这句话都深有感受，因为来我们这里第一件事测完试之后，每一个人我都会告诉他们，我现在告诉你的问题，你现在只是脑子懂了，但是你现在做不到。脑子懂做出来有20000个球的距离，做出来到场上打比赛再使用出来又有20000个球的距离，所以这个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不管你来我这练球或者你不在我这练球，你只要去参与羽毛运动，你就一定要知道耐心，要多次训练，要去刻意练习。我们的学院365天不休息啊，屏幕上的二维码都是我的微信，你们可以截图扫码带走我。我的微信呢就是淘宝店铺国语原选啊，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好的产品，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所有的都是真挚的，所有的一定都是有温暖有温度的，也让大家永远等你。